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啊。如果有时光机器的话，假如有人呢、从过去啊回到跑到现在来，那看现代人呢、一定会觉得现代人是很奇怪的。如果整天好像都是宅男宅女一样在家里面，然后如果万一没有电脑的话，它几乎世界就不存在，没有 Facebook 那就非死不可啊，那样的一个状况啊，好像是人生中跟科技啊没有办法脱离的这个状况。其实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啊，科技啊也是啊工业革命的一个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那时候啊也对科技有很多的憧憬啊啊，所以也有画家，这是德国的画家叫葛罗斯啊，他也认为一个国家他似乎就像这里的人民一样，它只要有好好的运转的一个机器啊，国家机器好好运转的话，这个人呢、他就可以做出很多正面的一些行为，或者说整体的运作之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尤其是只要灌输他，你因为这个科技无所不在啊，所以这个无线电啊等等的灌输他一些广播啊，那时候啊，这个思想的话，没有问题，所以他就会拿着这个旗帜啊，跟着这样子啊。你要讲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似乎科技可以影响所有，主宰所有，那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想经过将近百年呢，发现这个大概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他的另外一幅画，他把他一个朋友啊画成这样子。奇怪，他朋友跟他有深仇大恨吗？画的好像是这个流氓一样啊，怒目啊，然后满脸的这个络腮胡啊，其实他的朋友皮肤有点问题啊，所以画出来这边的这个皮肤啊是比较不好。这个他把他的朋友，他朋友是一位艺术家，这个艺术家放在一个空间里面，这个不是说什么空间创作，其实他就是也是表示政治的一个影响是无所不在的，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啊。所以他被关到监狱去里面以后，他的一个状况好像被囚禁在这样密闭的空间呢、但是啊他也希望说他有一点未来啊，所以他说他的朋友未来在哪里啊，好，未来就画在上面这个地方啊，上面这里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放大来给大家看的，他就是希望他的朋友啊将来啊现在虽然是在监狱里面有一个钥匙啊把他锁住，将来能住在这样子啊有许多钥匙的房间，这样的一个大房子里面啊，有许多需要钥匙去开的这种房间很多的房子里面，而不是只是在一间只有一把钥匙啊，所以有点跟他朋友开玩笑的这个状况。好，这个朋友精力无穷啊，非常有活力啊，所以他怎么去呈现这个朋友精力无穷啊，当然非常魁梧啊，体格壮硕以外，我们聚焦在这个地方，好，我们聚焦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放大给大家看，这是戴的是什么？是勋章吗？是，好像似乎可以用勋章来看，其实这是一个心脏的机器啊，也是一样，科技啊，当时的一些想法，从蒸汽机的发明以后，到各式各样的一个这个机器发明以后，好像它都能够取代所有的事情啊，包括像心脏。机器就是一个活力的一个代表的时候，它也可以取代出心脏，而变成让这个人这么有活力。所以这个机器的迷失啊，或者是过度神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通病啊。好，我们先回到这个心脏，心脏到底是不是一个机器呢？显然不是，它也会发生问题的。而它发生问题的时候，也不是像零件那么简单的，说哪里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啊。譬如说一个60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发生问题的点就是这个在比较活力需要一点运动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运动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就会发生胸闷的这个情形啊。胸闷，那到这个医院来给他做心电图的检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大部分的心电图在前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坡，然后再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坡度，然后又有一点这样的像这个鼓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第二大的一个坡形啊，它的一个状况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似乎有一些怪怪的，是心脏可能有一些缺氧的这个状况。于是，心脏科的医师啊，就给他安排做心导管的检查。这个心导管的检查，在这个地方发现箭头的地方发现，这个心脏这个地方有90%几的一个狭窄，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我们这边左侧
这是右侧的冠状动脉，这是左侧的冠状动脉。左侧冠状动脉有前降支啊，就是前面降下来的这样的前降支，跟侧旋的这样的一个左边的冠状动脉有两支啊，所以它在这个前降支这个地方啊，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狭窄。那这个狭窄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而知，以现代的治疗方式啊，那当然这个没什么好考虑的，心导管的检查，气球的撑开，必要的时候再用支架，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把它这个撑开的地方再把它固定住啊，这个就是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是把这个有问题的点给它撑开，撑开以后固定的一个东西再放上去以后，理论上它的一个问题就会解决。那可以看得到，这是有问题的这个点，然后放的一个导管的这个长度啊，实际上是蛮长的。从这个地方过去以后，然后有支架的有问题的点，它就给它撑开，撑开，撑开以后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是这样子，后来就变这样子，哇，畅通无阻啊！原来已经是差不多完全阻塞的状况，后来又恢复成16线道的这个车流量啊，所以症状就解除了，是没有错，这是开完刀以后的这个做完心导管检查以后的状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这个都是啊恢复成相当不错的这个情形啊。结果出院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啊，发生一个问题啊，一样又发生胸痛，这一次胸痛啊似乎胸痛的情形更加厉害，还发生全身冒冷汗的这个情形啊。冒冷汗，这个永远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当我们的朋友这个碰到的一些状况出现有冒冷汗的情形的时候，就是表示啊，绝对不能再打电话问东问西啊，到底要怎么样？就是看到这种情形，就是要赶快送到医院去的时候，不管是某些感染的状况，或者是像这样心脏病发作的状况，冒冷汗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讯，送到这个急诊来的时候，急诊的医师啊给他做一个心电图，这个跟刚刚的心电图又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情形。我们把这个局部这个地方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心电图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心脏缺血的这个心肌缺血的一个状况是非常明显，这个正常的一个坡度应该是要回复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以后，它变成往上提起来，这表示心脏缺血的一个状况是现在就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紧张的一个情形啊，再给他赶快做心电图，因为心脏科的医师想会不会原来通的地方又狭窄，可是有这么快吗？怎么可能马上就狭窄？总要一段时间，几年时间以后啊，是不是在动脉硬化？结果呢，做了心电图以后，做了心导管以后，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比较大的那个部分啊，在周边的这些冠状动脉啊，通通都变成狭窄，怎么会可能一下子冠状动脉全部狭窄？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叫做冠状动脉，好像抽筋一样啊，痉挛，它所有的动脉啊都收缩，收缩的结果就全面性的这个心脏就缺氧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呈现。好，这个怎么治疗？治疗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得到，原来这么小的冠状动脉它又重新扩大，这样的话当然心脏的肌肉它就比较不会有缺氧的这个情形啊。这发生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主要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大家不要以为只是大的这个东西啊，它其他的地方在有已经有冠心病的病人了，它就比较容易啊，万一发生问题的时候啊，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会收缩的状况。动脉因为它也有管壁也有肌肉啊，所以某些状况之下它也会收缩。那治疗上给它一些药物，这不需要开刀，给它药物的一个治疗以后啊，这个症状就解除啊。所以比如说长效的消化甘油这一类的血管扩张的药物啊，就会得到治疗。不过这些病人临床的医师才有办法区别到底是哪一种问题所引起来的，所以心脏绝对不是那么单纯的零件了。当然，科技也不是永远指导所有的一切，人性才是吧？感恩的收看，我们再会。